月23号，章子怡和汪峰在微博公开秀恩爱，引发网友羡慕嫉妒恨。近日，汪峰和演员张兰心拍摄一则广告，广告中有二人的打斗环节。因张兰心曾是跆拳道运动员，在广告中的表现也十分勇猛，汪峰最后被打倒在地。汪峰发微博称，前日约架，今天在这里开打，无奈我身手不佳，败下阵来，不过打不赢你，我家里还有一位高手，并艾特了章子怡。章子怡对此回应，派宫二还是玉娇龙，算了，家中带娃，无暇应战， sorry 请他爹。二人的互动引发网友的羡慕嫉妒恨，有网友称，子怡姐有了小宝宝真是越来越可爱了，星星妈现在好幸福。还有网友调侃，汪大哥家中地位堪忧啊。